小朋友们早上好，老师早上好。好，今天呢，老师要教你们华文课。来，我们一起看哦。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？来，跟着老师一起读哦。耳耳耳耳。我们看这位小朋友指的是什么呀？你们知道吗？耳朵。对，小朋友指的是耳朵。你们知道吗？来，跟着老师一起读。耳环，耳环，耳环，耳环。对，你们会看到妈妈的耳朵上呢会戴上耳环的哦。来，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有几只动物的耳朵，你们可以猜出来吧。来，我们一起看哦。第一个动物的耳朵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动物吗？狗。对，是小狗的耳朵。好，如果这个是尖尖的，你们知道吗？猫。对，是猫的耳朵是尖尖的。来，我们继续，大大的耳朵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大象。对，是大象的耳朵，大象的耳朵是很大的哦。来，我们继续，最后一个动物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动物吗？兔子。对，兔子，兔子的耳朵是长的。来，我们继续，我们一起读哦。小宝宝，小宝宝，耳朵好，耳朵好，爸妈老师说的话，爸妈老师说的话，句句记得牢，句句记得牢。我再读一遍哦。小宝宝，小宝宝，耳朵好，耳朵。今天呢，大家就讲到这里啦，大家不要忘记学习哦，小朋友们再见。